我叫萧毅，是一名音乐创作人。尽管我有着星辰大海一般的雄心壮志，但是小美的一记耳光彻底的粉碎了我如花儿般绽放的美梦，所以我决定采取迂回战术，先从明星助理干起。啊，不愧是整个北京经纪公司最集中的大望路黄贸中心啊，厕所都这么高大上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人混进来了。你是我操，你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没想到来做助理的第一天就能和男神泸州一起上厕所。我们这里招明星助理呢，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放心吧，杜总，这是我的美图秀秀十级资格证，进口挖掘机操作合格证，下水道维修技工证，我还是2009级蓝翔优秀毕业生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饭？做饭？这是我的泡面达人一等奖证书，无论是红烧牛肉还是香菇炖鸡、老坛酸菜、鲜虾鱼板、葱香排骨都不在话下。那从今天起由你来担任泸州的生活助理吧。让我担任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双料顶级男神、全民女神张欣然的男友、雷剧救星、收视灵药、天涯娱乐圈八卦首席话题人、五泸州的助理。喂，看看我微博下面有些什么评论。哎，好的。怒舔，男神你太帅了。跪舔，我周什么发型都好看。周征王道照着好帅。什么？拿来我看看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其实那条评论的内容是照着吉娃娃那张外星脸整的容吧。把这个黑拉黑，用另外一个 iPad 登录，开小号查这个黑的微博，喷死他。哦。我叫萧毅，是一名音乐创作人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再也没能找到小美。啊，您好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呢？你是谁？你不是萧毅，他人呢？啊，他在洗澡，有什么需要我转告的吗？你告诉他，我已经回家了。楼下广场舞大妈给我介绍了对象，准备下个月就结婚，让他把我忘了吧。哼，没关系。我会负责安抚他受伤的小心灵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他的男朋友，有问题吗？